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十一、演出结束后，请您听从工作人员指引，由第一排至站区依次退场。退场前，请不要起身离座。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CKG48TeamC 的雷雨潇。
的旅程，还有五秒到达梦境冒险和第一人称之后，大家开心吗？开心。被禁言了。喂喂，有了吗？今天的 MCE 话题怎么那么小啊？今天 MCE 的话题是总结一下你在第一人称的表演，所有的表演。那么，哦不，怎么说呢？哦，表现，总结一下你在第一人称所有的表现。然后就先由我开始吧。大家好，我是 CKG4T 天宇星的毛一涵，感谢大家今天来跟我们第一人称先秋了。耶、yeah! yeah!。的时候，我又总能跟他们说要来一把紧张刺激的第一人称吗？就是，跳了这么久，我觉得我跳，勾眼的时候还挺卖力的，因为我就是比较懒嘛，大家众所周知。但是，我就每次就抱着我上舞台是来减肥来的目的来跳的勾眼，所以每一次就会流很多汗，就每一次跳完勾眼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瘦了很多，就像我现在就感觉刚刚还因为我太瘦了，扣子大了就松开了。真的 你刚刚不是说的，就是因为我太瘦了，扣子大了就崩开了、然后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NC 兼任 CKG48 Team C 的熊信瑶，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千秋乐公演以及收看直播，谢谢。耶、我觉得可以说差强人意吧，这个词的意思是勉强能让人满意，对，应该是一个高考的考点。然后我自己给自己打分的话，可能在65分到70分左右，然后希望下一场公演可以做得更好。虽然现在话虽这么说，但是其实我内心是很慌的，因为下一场公演我还没有学完。然后而且第一人称你没有真正意义的千秋乐，对，我还有下周我还要千秋乐一次。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我不敢说自己是第一人称跳的最什么最好的一个人，但是我敢说我自己是两个队伍中对第一人称最熟悉的一个人，因为我参加了两个队伍就手眼拳的连排，然后手眼拳的连排差不多这场公演就是每天要跳三遍全场这样的频率，所以我经历了两次这样的排练，我觉得等到我80岁的时候，我躺在那个重症病房的床上，带着呼吸机，只要一播放第一人称的音乐，我还是可以跳起来，就是那种程度。所以
我因为是请假请了一个月嘛，然后那一个月之中我也没有复习公演，但是当我回到这个舞台上，我的身体不自觉地动了起来。我觉得第一人称已经和我的已经刻在了我的这血液里，所以这场公演在国瑞也千秋乐了，然后很快也要在真正意义上的千秋乐了，然后希望总之是一场对我很有意义的公演，也希望这场公演能够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美好的回忆。就这样，谢谢大家。Yeah! 草莓的甜味甜不过甜甜的两位。大家好，我是 CKG48 Team C 的两位，谢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我们的公演以及收看直播，谢谢。
如果说给我第一人称就是打个评价的话，就是分数的话，我可能会给我自己打个70分吧，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在我就是在我应该做的范围内，又在努力的去一步一步的变好，然后也期待就是下面一套那个梦想的旗帜的公演，然后也期望就是下一次还能见到大家，就是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接下来有请下一排的小伙伴吧。学校的时候就感觉跑了800米一样，但是现在已经对，这次回去会考就也爬了那个梯子，感觉腰也不痛了，腿也不麻了，一口气上五楼都不喘是吗？是的，不一样了，他全身都痛。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梦琴，会应该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至少是从 UNIT 上无可替代，我才是无可替代。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这个经纪人期每天都要增加。大家好，我是 CKG48TeamC 增加，大家可以叫我渣渣或者说了。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第一人称千秋乐公演，谢谢大家。耶！
所以我觉得还是对自己蛮佩服的。以前我就真的是特别懒的一个人，然后直到现在都能每一场公演都能上，我还这也是我的一个成长吧。然后呢，为什么要给自己评个 C 加加加呢？是为什么达不到 A？ 我是这样的，我给就我们梦琪，上上周，然后我找水靴前辈取了一下经，就是问怎么才能跳好公演呢？他给我的回答是让观众觉得你很嗨，然后让观众也觉得粉丝啊什么的，然后粉丝也觉得很嗨。但是呢，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自己只能是个 C 加加加。我觉得表现力还要像很多前辈一样学习，就比如说我学梦琪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舞蹈动作已经非常大了，感觉自己就表现力哇，好佩服。然后结果去看水靴前辈的公演的时候，就发现他整个人完全是我的动作的两倍大的动作，所以我还蛮佩服他的，所以我一定要在下一个公演的时候，梦琪公演的时候也要像他那么厉害，我一定要把自己成长起来，表现力。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CKG48 Team C 的梦月，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第一人称千秋乐。耶、出道以来的第21场。等一下，楚楚文，我在你后面。是从跳第一人称的第13场，还是加入 Team C 的？我加入 Team C 的第13场公演。有这么多吗？应该有这么多吗？有。加入，仿佛在昨日呢。好吧。应该有吧。那是因为你年纪太大了，所以一直活在昨天。反正第一人称的 unit 我只跳过暴走少女，然后我们下周的梦想旗帜这场公演，我可能是可爱的双马尾水手服吧。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的双马尾水手服，会很可爱。然后第一人称的话，我还是挺喜欢这套公演的，但是这是最后一场了，所以我们努力把梦旗跳好，然后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展现。就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CKG48 Team C 的田千兰，欢迎大家前来观看第一人称的千秋乐。耶、
谢。然后说到这第一人称公演对自己的评价，就其实我有三个遗憾。第一就是因为有一场然后生病没有上公演，就是有一场缺席的第一人称。第二是什么来着？第二是没有 unit 成神龙，就还差一首精灵和很狙。没关系，十六人的你跳过了。意义不一样。一样的，你跳过了吗？然后第三个遗憾就是，从下个周就是恩穗前辈的第一人称千秋了以后，四八七再无上下左右。如果你想的话，其实我觉得一周年可以继续上下左右。你把王梦竹说他 B50要上下左右 solo， 还是要 MV 的，还是要 MV 的那种，神经病。然后虽然逃过了上下左右，但是没有逃过就是新公演的那个什么水手服吗？你是什么？你的 unit 不是那个是唱歌的吗？他不是唱，我不是 monster 吗？你不是梦吗？我不是 monster 吗？关系不太好，不知道你跳啥。我是陌生队友，不太熟悉，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CKG48 Team C 的王梦竹，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第一人称的千秋乐以及收看直播，谢谢大家。耶、前几天跳舞的那个视频，然后我在那儿看的时候，李珊珊就说了一句话，她就跟我说，王梦竹，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知道最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我还在怀疑为什么四八会把你招进来，明明长得这么丑，然后你长得这么丑，跳舞也不好看，也不会说话，什么都不会，怎么就会把你招进来呢？然后，但是她沉默了一下，她就说，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偶尔居然觉得你还挺好看的，甜啊！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我的第一人称这是我跳第一人称的第49场，在这一段时间里，不管是信瑶在或者不在的时候，只要能上公演的时候，我都尽力的去把其他的位置学下来去上公演，也很努力的在跳了，然后也能看到我自己的进步了。虽然相较于队里的其他人，我还是有一些差劲，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在梦琪的时候，我可以有更大更多的进步。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接下来有请下一排的小伙伴做自我介绍吧。耶、嘿，清清的夜里找星星，星星叫五星星。大家好，我是 CKG48 Team C 的武韩琪，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第一人称的千秋乐公演，谢谢大家。耶、
那个说出来自己的那个什么多少场次，我连自己多少场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啊，看我不是一个。然后，也比较幸运的事情就是神龙了嘛。我第一次跳的 unit 其实是1001页，但是我第一次跳的第一人称的 unit 是上下左右，然后今天跳的是另外一个 unit， 然后希望大家看到我就是跳第一人称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它的那个变化，我觉得进步还是蛮大的。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向可爱说。拜拜！大家好，我是 CKG48 Team C 白馨宇，谢谢大家来看我们最后一场第一人称。耶、yeah! ！苏轼金陵可爱舞，帝京坟居欲高走。海棠过去十年事，有你有我一起走。白馨宇，千秋的快乐。谢谢，有你呀、啊。谢谢。一个来不着急，谢谢。没错，谢谢。谢谢，谢谢。谁呀、啊？谢谢。谢谢。还有吗？没。谢谢。我在第一人称里断过腿，瞎过眼，还有手好像没有折过，然后嘛，感觉还蛮丰富的。然后希望下一个新公演嘛，可以少灾少难一点。然后还有，我觉得第一人称，我已经神龙了，我的 unit 已经神龙了，上下左右嘛，就四个人就无所谓了，其实16个人跳跳就可以了。嗯，然后要说给自己第一人称打分嘛，刚刚左心他打了多少 ？C 加加加，那我比他少一个加，我是 C 加加，因为虽然我嘛也很认真跳了，但是跳的他没有他好看，所以就少一个加。然后呢，我觉得孟琪跳的还蛮好看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淘气又可爱，婉玉又甜美，睿智爱搞怪。大家好，我是 CKG48 Team C 的陶婉瑞。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第一人称的千秋乐。耶、yeah! yeah!就是就像整容级，真的像整容级的改变，然后就像难怪你这段时间都不在，原来你去整容去了。我说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你没看到我变帅了吗？嗯，
没有。对嘛，哎呀，还是你们好。有，我也觉得有。对，然后就是新公演的变化，就是最主要是我没怎么和大家一起排过那个新公演，就只 学过几首吧。然后就是那也挺厉害的，可以自己都学会。八不会，我还是没八会。是吗？好，还差两首，没事，快。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来看我们的那个什么来着，梦想的旗帜，真的很棒。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可萌可帅，性感搞怪，恩瑞姐姐最有爱。大家好，我是 CKG48TeamC 的李恩瑞，大家可以叫我恩瑞或者是 Real。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第一人称千秋乐以及收看直播，谢谢。耶、yeah! ！确实每一就是只要有机会再跳第一人称，我都有全力以赴。第二个词就是伤痕累累，就是跟白白一样，就感觉好像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真的就受了很多的伤，就不管是力，就一下子进来就变成了什么老胳膊老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各种就受伤了。不过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怎么这么快，因为第一人称是我打开对这个新世界的一个门窗吧，就通过第一人称就是才认识了就是四八这个新世界。刚开始我们还没有首演以前，就是老师说你们第一人称要跳一年，要跳很多很多场。我当时还在想，天哪，怎么可以有一场演出可以跳这么多，观众看不腻吗？那反正就是，所以就是要及时给大家更新新鲜的血液。所以呢就是突然之间就这么快就千秋乐了，其实还是有一点觉得真的还蛮快的，有点不舍。不过没有关系，很快新的旅程就要开始了，新的梦想的旗帜。我希望下一周我们都还能在这里见面，然后给大家跳更多更多更多场的梦想的旗帜。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要实习就慧玲。大家好，我是 CKG48TeamC 的徐慧玲，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第一人称千秋乐公演。耶、yeah!！
念头是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恩瑞前辈和冉蔚前辈就身体不太好，但是他们都还在坚持上公演，就觉得如果能为前辈们分担一下就太好了。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个很没有用的后辈，因为我都不能就是好好的跳，就感觉就我上第一人称没翻车的时候好像很少很少，大多数时间都有点翻车，所以可能很对不起大家，也拖慢了前辈们的后腿。能做到的就是在梦想的旗帜上好好的表演吧，就谢谢大家对第一人称的喜爱，也谢谢大家一直支持第一人称，以后我们也会一起加油好好的跳下去的，谢谢大家。耶，风飘飘，雨潇潇，超级可爱，小潇潇。大家好，我是 CKG48TMC 的雷雨潇，大家可以叫我潇潇。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第一人称的千秋乐，耶！表现的也不是特别好，虽然有努力，但是就是也是一个慢慢进步的过程嘛。然后希望自己在梦想的旗帜当中就可以就是收获到更多的东西，然后也会继续努力的，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杏仁露、西米露、玉米莲子、鱼梦露。耶、yeah! 第一人称中散场，弹琴一绝青楼上，不想与你说再见，只想让你笑开颜，余梦露，千秋乐快乐，谢谢大家。余梦露，谢谢。余梦露，谢谢。谢谢，谢谢，哎，你在哪里啊？谢谢，谢谢。然后对于第一人称这套公演，有一个遗憾，就是到现在我们都没能上全场。然后，但是也有一个庆幸，就是第一人称这套公演对于我们二期生而言，是让我们成长的特别快的一套公演，因为我们二期生在这套公演里没有固定的站位嘛。所以我们熬过很多的夜去扒过很多的站位，扣过很多的舞蹈，然后就像螺丝钉板，哪里需要在哪里就哪里脆弱，我们就往哪里顶。所以还挺感谢第一人称这套公演的，能够让我们比较快的成长起来。然后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对，然后也请大家期待我们在梦想的旗帜里面更精彩的表现吧。谢谢大家，我们梦想的旗帜见哟。耶、yeah! ！梧桐引客来，山高任我登。大家好，我是 CKG48 的预备生周彤冉，谢谢大家来看第一人称的千秋乐公演。耶、yeah!
谢谢。然后要说第一人称，我觉得就是我跟微开踹就有不解之缘。就一开始刚开始上第一人称公演的时候，是老师然后给我们分歌嘛，然后每一次都莫名的就是一直是被分到微开踹。然后到后来是老师让我们自己选歌上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你们就我先预定一首微开踹，我说剩下你们随便选，然后再选完再给我。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再选的时候，他们说给周同冉留微开踹，我们先选。就一直跟微开踹有不解之缘，然后感觉就一直跳了微开踹的各种站位，好多站位，然后所以说就是感觉跟微开踹就是很有缘分了。梦想的骑士继续加油。对，梦想骑士继续加油。就这样，谢谢大家。下面请欣赏精彩 UNIT 曲吧。就是这样，谢谢大家。Thank you.
像是由我来打赏，别害怕我这么做，只想要漂亮开场，你改变进攻方向，我才像你这么做，只想潜伏到我身旁。
你不曾绝望，一步步沿着爱的方向，冒险中带着伤，依然微笑的模样，我的世界只有你抵挡天荒。要把个 C K 记得喊出来。我看你们那个排练的时候 C
然后 K 是什么？就是整场我们那个整个就是铃铛的动作和梦插题是吗？对，就是，但我不知道，就是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其他的老师就在放着伴奏说唱出来，唱出来，没有一个人有声音，但是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唱了。我唱啊，明明是我唱的最大声好不好，徐淑文的声音最大，我都被我自己唱笑了。有，我都喊破嗓子，反正就是有一组的人，只有那个玉珍、徐慧玲，还有谁啊？反正就是几个那种，他们几个人的分子，一到他们就全场安静，没有声音。但是就是在 CG 那首歌的时候 ，C K G， 哇，声音喊的只有这么好，只有那个叫什么什么像拔河一样，对。如果其他每一首歌你们都能拿出那一首歌的气势，我反正我觉得我那个我唱的、那个、我们的水手服也很有气势。怎么这么多人唱？你们跳水手服啊？对啊，十六人取的水手服呀。哦哦，想一想就觉得紧张刺激的。我觉得我想到一个也不算是趣事吧，就看到你跳那个什么呀，忘了，梦琪吗？然后突然想到一个，眼睛好像那是。我们能不提那天的事情吗？ Okay. 不是，就是我闪到以后走的那一次吗？ 你居然觉得那是一件好笑的事情？不是，我刚刚说了，不是，不是，我就蹲着嘛，蹲着，然后看到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当时她只是突出了而已，肩膀，腰椎间盘同志突出了，给我闭嘴！我当时真的是看着你好痛。我的眼泪花都痛出来，你居然觉得好笑。没夸张。什么时候啊？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看他们一点不关心你，你看我还知道。我只听到老师说李恩瑞打了个哈欠，闪了个腰。你真的只打了个哈欠？说到那个，我想到武汉奇呢。哦，武汉奇。那个啪，手断了。哦不，不是骨折，手断了。不是骨折。不是什么脱臼了，脱臼。不是脱臼，哎，手。对，武汉奇是。啊，武汉奇动作的这个。对他做了一个新，哎呀，断了。其实是他动作没做错，做错了，本来是就是这样顶一下，他非要就手要出去，然后靠，他就断了啊，没有断，不知道忘了是啥原因、啊。应该是扯到了一股气吧，啊、应该是把筋儿扯到啥的，嗯，我忘了气，应该是有一股气。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喜欢的歌，它是就是 CG 嘛，然后它怎么呢？它有一个间奏，就是大家要这样间奏，这样扭，很酷，对，然后呢？每次到那一环节，然后大家都要哇、哦！为什么呢？是有一个动作，它是要往前面爬。哦，你的意思是让大家期待一下你吗？期待一下大家啊！其实我那天看你们，只有邓家和左心要往前面爬，我们都是正常的，他们不正常。你可以往前面爬、啊。你们应该要向他们学习、啊。哇、哦，那个动作好像之前某前辈也在我们这里跳过。啊，最美之人。啊，对，就是最美之人。好喜欢。他们上次在这边跳 UNIT 的时候吗？不，就是最美之人的时候，这里有往前爬的。哎呀，就是那个时候是黑灯的，然后大家都看不到，只是我们在排练室看到过，就哇，好赞！对，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要声唱嘛、然后那个歌词都是现编的。哦，你。谁又给你现编啊？你自己在那里现编？看什么？什么？我想起那天就还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到王一博。就是王一博一唱歌，就所有人不是其他人都记得分词吗？就王一博一个人，你这个人真的是太不会演戏了。你装吧，你也装的，你就算你忘词了，你就自己这样巴拉巴拉跳一下嘛。他一忘词了，一出来唱歌，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忘记歌词了，然后就。那这样的话，白幸运还厉害一点。我忘了你说的是什么词、啊，什么明天什么什么。那个怎么唱来着？就是什么大家。反正意思都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没有明天，你说的，我不知道你在唱什么。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有谁跟我说来着？说有一个前辈的，就是歌都是每次都是现场编词。哇，谁？从来没有唱过。没有这样的前辈。有。前辈就是完美的。好，那我觉得吧，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想一个办法，让大家抬头起来看一下我们。就是吧，在我们新公演的排练期间，不是大家把我们的手势改了吗？手势对，大家说，我们升级了。对，那天我看到了 K 队换了手势，他们换成了这样，不是很酷吗？然后我就想，哎，我们虽然这样有点太小儿科了，就是一点都不酷。然后我说跟他们升级一下，以后我们。
们 C 的手势就不是弯的了，我们是直的 C。 为了给大家证明我们一笔一画都是直的，所以以后 Team C 的手势就是 Rock。 对，以后我们就这样，我们是一个 Rock 的 C 队。 Team C Rock 的 C 队接下来要跳一首 Rock 的歌，它的名字叫做少女革命。Bye.
有深度的吗？我有。再欣赏完。你先。再欣赏完。我有。再欣赏完先。再欣赏完什么来着？少女革命。少女革命。Neverland。We can try。之后大家看得开心吗？开心。那么就先深度吧。他的 ID 有点长，叫577的。哎嘿哎呀哎呦呦 baby， 然后我看到他来到现场了，然后他就是在战区蹦迪的那个，大家看他，然后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对我的支持。然后我背，虽然大家都取那么长的 ID， 但是以吴涵琪的聪明才智把他背住了，然后难不倒我的。好，谢谢你对我的支持，谢谢你，祝你生日快乐。耶、还有吗？还有一个深柱 ID 是歪仔数数，不知道有没有来到现场，看一下。哎，那边有是吗？那应该没有来到现场，那就对着摄像机说吧。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对我们的支持，谢谢。耶、yeah! ！没有了吗？那我们开始 MC 中，哎 ，MC 反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抽选 MC 话题吧。好熟悉的、啊、第二个什么鬼？这个 MC 是不是让我血溅当场的 MC？ 是吧？我看到他，我的脑袋就一沉。这好像是那天一模一样哎。啊？哎，是不是出 bug 了？还是说你们就是我们太糊了，都没有人给我们选？太糊了，没有人投稿 MC。哦。选几啊？二别了吧。二容易血溅当场。二不行。上次因为二在这里受伤的两个人都还在台，哎，另外一个呢？怎么下去了？不知道，感觉我们这组好像是不是有人就是本来该来？对，目前选举你们有想法吗？什么东西？一看就很难讲。试下，让我们在台上打一架吧。五个，啊，那就五吧，五吧，要五吗？那就五吧，五。知心，根据对方的动作表情阐述想法，相当于心有灵犀。心有灵犀是什么？你看这个 ID 好有趣哦。就是你比我猜是吗？就是猜对方的表情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这个表情就是什么意思？爱情滚啊！来，就是这个意思是吗？就是根据别人。对，应该是吧。就是你。那我们分组吧。不是表情动作吗？不用黑白配，自由选择。我跟徐徐文一组。哇，应该是我们有亲。你怕我吗？好好的。怎么？然后怎么来？这个。就是两个两个人一组是吗？对，两两一组，然后你们猜彼此的想法。好，那你们来演示吧。就你现在你是直接心里想一个人，他来猜吗？就是我，他要通过我的表情来判断我在想什么。好，来吧。田千岚好丑啊。那个把丑字换掉，换一个字。好鸡啊。差不多吧，就差不多吧，就这个样子吧。他好聪明哦，一猜就猜中了。那你让他们正确示范。来，牙齿上有口红。你要做什么表情？对镜头。世上竟有人基佬，你不要过来，是吧？是这个表情吗？对，你离我远一点。我的天哪！我知道我们两个虽然不熟，但我们两个好有默契哦。心有灵犀。对，该你们了。你先。你嫌弃我啊？我你嫌弃他？是。
猜句歌词。猜啊。无意间两双对峙的眼睛。是不是在夸我们两个真好看？不是，是。叽叽叽叽 baby 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昨天我跟雷雨潇发明。你们知道昨天为什么会这样吗？就是当时他，你们看了梦琪就知道了。还有熊心瑶，反正就是几个基佬站在我们旁边，然后我跟雷雨潇就站在旁边，我们就这样点叽叽叽叽 baby。为什么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不懂梗，烦死了。跟你。我觉得武汉前辈这个表情可以猜出很多。我觉得他的表情反倒什么都猜不出来。这就是你的表情吗？啊，我是傻子是吗？不对，你跟我没有默契。我脑壳有包。你们都不懂我。我摘了牙套。不是，我牙上有口红。真的、啊？有，真的，你舔一舔吧。真的猜不出来吗？什么？最美之人。OK， 那你们两个来。你先还是我先？你先。我先啊，我想想。你是傻子。好好学习。语重心长的，不，长得真矮。你看我都懂了，你不懂。我要表演一个，不是表演一个，你猜一猜，反正你经常做的。啊，我经常做的。只是我不说那个字，但是表情。下一个。我懂了，是这个吗？我也懂了，是这个吗？是吗？你先猜吧。你的经，我你经常你看，对，你看人家其他寝室的都懂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吗？你懂。哦，我以为是我。不懂。好，明白了。你猜出来了吗？哎，你们是在台上打哑谜吗？等一下，你们先说，你们不，他刚才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经常说的时候就会和别人对话，对到一半，我说你懂，然后他说他不懂。啊，我不懂，我有一个就是大叫。他每次都跟我们说什么事情，然后说着说着，然后他就不说下文了，然后就直接说了两个字，你懂，然后不懂。我比较喜欢用意念交流。我有一个就是台上都可以猜出来的。什么？我的大拇指是弯的，他的大拇指，你的也是，我的大拇指跟我的人一样弯，他这个好巧啊，我的小拇指天生就是弯的。哦，知道了。哎，真的好弯。真的是弯的。为什么？哎，你好烦啊。只有小拇指了。我这那你们怎么是弯的？那你们怎么没比震惊少扭向单台比谁更弯？我还弯吗？比徐楚文还弯的人，但是我人是直的。我们走的好前面哦，保持距离。哎，我跟你讲，你真正的在讲 MC 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我们都在这里，到后来所有人都变成了踩到了一线，就是想和观众拉近距离。嗯，对，就完了嘛。我跟你讲，我们这一组突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少了很多个人，然后我们。等着他们被扣钱吧。对，等着他们被扣钱吧。嗯，对。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没有，谁选的 MC？ 真的没有。谁选的 MC？ 对呀、啊。举手。刚刚谁喊的舞？对，要不我们换一个？要不换一个 MC 吧，真的太尴尬了。对，真的太难。换一个。哥哥能给我们换个 MC 吗？再来一个 MC 话题吧。哎，你要不要把五个 MC 都给我们打出来？我们自己想讲哪个讲哪个，怎么样？你把 MC 全部打出来。没想，想讲哪个？哇高达！哇，精彩！哇，这个都好难、啊。这都是谁出的 MC 啊？第一个话题，你让我一个双马尾女孩来展现自己的男友力。干嘛？你一天一真一假。来吧，你们自己每个人选一个 MC 话题来讲吧。还有思考吗？
哎，徐楚文，你先来。我吗？嗯。我觉得第几个？你们觉得第几个比较好玩？第一个吗？第一个吧。第一个选择是不是我现在要随便选一个人哦哈？展现你的对我疯对我疯狂表现是这样吗？是你对他，你对他，你对他来。谁想被我表现？没有 nobody。选择一名成员来展示自己的。就是你自己选。我选一个来对我展现吧。行，你要选一个人，然后你对他展现，或者你让对方选你，然后让他来给你展现。选我，拼命不行。那你吧，不了吧？那你吧，上吧。是干嘛？我要对他展现男友力吗？力吗？就像你刚才那样做，我怕误伤他。来吧。你将获得抱我下台的亲密，就是，
我们这一组人数有一点多，众多。那么到底是谁站错了那个分组？站错 MC 的出来。先说，我不是站错了，是因为我没有少女革命的衣服穿，所以我只能挪到第二组来。我也是没有衣服穿，好可怜。我们服装部太穷了，做衣服都只做那么一点点。喂。马上就不穷了。谨言慎行，王梦竹谨言。我们这一组有没有深住呀？有吗？有深住吗？没有人自己报名。那好吧，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抽选话题有什么。我们这组人太多了，现在我们都一点五倍速说话，好吗？哎哎，怎么都打开了？他们是全都选了一遍吗？曾经的曾经的话题吗？这不是以前的话题吗？所以就是直接在这五个里面选吗？啊啊！我们以前都选过一个，哎，这个选过一个了，经常选的。我真的是太久没来了吗？二容易受伤。对，我就是要不二不行，二不行，二怕了，二怕了。不要不要不要。五吗？这怎么生生死了呀？一真一假两个他同时。选哪个？如果回到古代，武功盖世会选择怎么样演绎一个场景出来？知人知面不知心，根据对方的动作、表情、阐述想法，相当于心有灵犀。选什么？我跟你心有灵犀。我觉得要不选五吧，可以玩游戏。好，可以啊。那要选五。根据对方的动作、表情、陈述想法。就是第五个的意思，就是做一个表情，然后让别人来猜你心里面想啥。你比我猜，相当于表情或者动作。动作做，根据对方的动作、表情。嗯，那就相当于你比我猜。你喜欢玩游戏是吧？干嘛？那就从你开始吧。从我不是应该分组吗？然后就是不用分组，就一个一个的做了，让大家猜。对，一个一个的传过来。哦，就是左边的人吧？对、啊，我们要做十一个的。要不就这样嘛，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传到最后面一个人嘛。可以可以可以。那空台给个题吧，要不？啊，给自己给吧。你自己想吗？但是我怎么告诉观众粉丝呢？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让他们猜猜，看有没有心有灵犀的人。对他们也一起猜。对，然后发现整个国人局长的人没有共鸣，那我就可以那样，明明我说的是另外一个词，然后你们猜的那边是另外一个词，我说嗯就是那个词，然后我们就赢了。君子游戏，君子游戏，对，哎，你这个来了，你这个来了，哦，我们能不能把它写下来？我们能不能换一个给大家看，高大上的？高大上的爸爸，想说这个好好玩的，对，哎，上次放假这个真的超好玩，那你们来，你们来，好好来嘛，一个人出题，然后就一个人出题，然后一个一个演，就是动作传过来。把那个题目写在这上面，然后听我讲。一个出题吗？李恩瑞眉毛这么粉，要不你就来吧。恩瑞来吧。谁想出题的吗？恩瑞当第一个。那你就出题。然后年纪这么小就适合玩这种游戏。我也觉得童心。我上次回去玩我妹妹的这个东西玩了好久。我妹妹那个彩色的，你们知道吗？但这个只有黑白。哦，你瞧不起我。好好玩哦。不要瞧不起黑白的，可以，白纸黑字，我来出题了啊。嗯，你只能给增加看，然后增加根据这个题目做动作，然后一个一个传过来。好，我们转过去。就我们先背着，真的，哥哥可以把那边关了吧？考验不要把这个关掉了。我们对着前面吧。对，哦，旁边没有，因为刚刚那样吃得到。的我们往这里站一站，好靠前哦。出声是吧？我看不能。其实这个有点难哎。好了吗？我觉得你们的反应有点神奇。我们人有点多，快点哦！你记得说有几个字啊？就是很简单，只有两个字，超简单的这个题，太简单了。两个字吗？
你就照着他比嘛。你们快点嘛，这么久，我们好无聊哦，要睡着了。我们真的好无聊。你们，百姓云给大家唱个歌。对不起。怎么这么安静？大家活泼一点。在那窃窃私语干什么？为什么要让孟月来猜啊？不知道就莫名其妙的他站在了这里，猜得到吗？我好像猜到了，我准备好了。等一下，不，你要让孟月说，来，我再做一遍。我们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但是最后要让孟月说，他是最后一个。孟月，你们说不来的，我可以做预备答案。孟月，你说，你猜什么？两个字。你应该把它擦掉了，对不对？两个字。我跟你讲，两位已经猜出来了，聪明的小脑袋，你想大脑袋，让两位为什么传到后面变成了这个？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我有三个，让两位你说。又怎么了？有钱人猜出来了吗？吧，随便说两个字吧。我好像说智障啊。我都懂了，你不懂的答案是智障。那恩那么明显了。梦月，你看这是哪里？不在这里啊。啊？那个东西不在这里的，你们有点常识好吧？真的吗？对啊。肾虚。不，肾虚这个是肾，很 OK 啊。为什么肾虚？你觉得我可能会出这样的题吗？会。腰好。腰好。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原版啊？看一下原版嘛。哎，这跟我看到的一点都不一样。就是。这个差距好大哦。两位这么给我做的。其实是从徐慧宇那边看的。两位给我做的。你刚刚看到我的答案了。是的。你刚刚看到我的答案了吗？就是，我想是甚好。你呢？你看到了？你看到我的答案了吗？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吗？那你想你猜的是啥？看增加再来一遍。哦，你来一遍。哎，我们都跳下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猜呀，我以为是，我以为是投票。可是你刚刚给我的第二个答案你是对的呀，你不是问我总选吗？我也以为是投票，我当时差不多嘛。我当时陶万瑞前辈传给我的时候，他是这样这样这样，钱包，我就以为，对，我就以为他的意思是我的钱包里面有这么多的钱。我也以为是钱包里面差不多，给我给你，差不多差不多。人家是我的肾很值钱。不是，我的是拿去换了钱，然后投给你投票。都是韭菜吧，我的天哪！我觉得我的是有三个更牛。好吧，还要不要再来一个？这个是我比我好难啊，这个好难。那我要站在中间，我觉得他们会这次要不从这边开始吧？从孟月那边开始吧。我要站第一个。那边开始。从这边开始吧，这次。干嘛？我要站第一个。还要换位置啊？我可以站这儿吗？塞，你们看。我马
这个东西可以盖章。哦，从那边开始。你才知道啊？谁出题啊？从这边嘛，不是。恩瑞，还是你出题吗？不是从这边吗？我来猜一个吧。等一下，什么？等一下，不管谁出题，咱们出的简单一点，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国瑞的小偶像都智商不太好，是吧？好吧，谁想出题嘛？这次你拿到这边开始吧。有谁想出题的吗？没有，梦梦出啊。有谁有什么？不是说从那边来出？你给一个好。我猜一猜，你们刚才说要有文化一点。从那边，从那边，从那边，从这边开始。我要当第一个，我要当第一个。猜是吗？啊，对，猜。给他们转向，因为转这边别看。我们有砖，来，我们是砖拿一点。我告诉你们，我很有文化的。徐慧琳。有文化可以不要太有文化了，你知道吧？为什么？那我们站在这里干什么？那写个什么大爱无疆啊？你们一定看不懂徐慧琳的字，我都看半天才明白。你们看懂了吗？已经写好了。你要说一下有几个字哦。加油，前辈！我来。是不是很有文化？对，还好，擦掉吧。我们往后走一点吧，不然这样这边的观众不太能看得见。好好好，下一个下一个，快点快点。我觉得他们下面的人表情很有问题，他们好安静。我觉得很有文化这个题。我觉得很容易猜到，对对，我也觉得。来来来，下一个。我看到下面已经有观众在一起模仿了。就是、啊，对对对对对，懂了吗？我也看到有人在模仿了。嗯，对，很棒，他是这么做的吗？很传神，嗯。前辈，你可以转过来了。嗯。是四个字，四个字，我说了四个字，怎么你们都不知道啊？水手服，
道，我知道，邦昂斯特，这蛇，我猜星座，我所有烦恼。这是闪亮加冕，闪亮加冕。不好意思，闪亮加冕，闪亮加冕啊！谢谢大家，要看一下原版的。你要看原版吗？不是啊，这个你们能看一下吗？你们要看原版吗？对，一个原版的。然后表演，我就是这样加在一起吗？啊？什么鬼东西？完了，几个字啊？我知道，这二个第二个人都没猜到这个，我觉得很什么？我觉得很形象。真的，陈柏，真的陈柏，你觉得是什么？真的很形象。等一下，你要让你猜得出来，你认输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答案。温佳，你说，不是你们四个字是吧？嗯，四个字。我再看一下呢，梦想家是三个字。我觉得我好棒啊！我成功的难住了他们。百戏，你好可爱、哦！我的精髓在这里。不是。是吗？你们猜出来了吗？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知道你做的这个表情，你做的这个到我这里的时候是这样的。不知道他们怎么篡改的表情。不是，我为什么你做完这个动作，我想到了河东狮吼啊？接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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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了。哪里近了？近。武松打虎。我打你。我觉得很像，很像这个打你。哎，你看，亡羊补牢，气吞山河。我是对了一个字，你们认输，我要告诉你们是什么意思。亡羊补牢，力大如牛。等一下，我觉得最后一个字应该是虎，虎火发动。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哦，对对对，那应该是那个，就是虎火吧？梦境冒险。最后一个字是虎，很有文化。算了，我告诉你们吧，这个的意思是水火不容，身体的身。然后这是，这个是龙，生龙活虎，龙不就这样飞吗？你家龙这是蛇啊！你这龙龙和龙是亲戚，龙跟蛇，哎呦我，然后这个是活，很有活力，不是，哎我是张口就来的，然后就是生龙活虎吗？这是虎啊，你们为什么都猜不出来？我觉得武松打虎是正确的，你看武松，对呀、啊。对呀、啊，我真的觉得武松打虎很对呀、啊。我以为是生龙活，你这个活一点都不想活。不，你这个活字哪里很活了？很有活力，活泼。我还以为你是跳了三个 unit， 不对，三个舞。我也是，随手舞，闪亮加冕。我也是，然后上一次下面有一直在这个，然后刚刚还听到了有人在喝那个。这是老虎，而且还有这个是闪亮加冕。这个是谁创出来的？这么想打扣吗？不是，我还学着展位，他画了两下，锤了两下，又画了两下，又锤了两下。这随便画的吗？那里偏的呀。行吧。到谁那里偏的？回去看录播就能找出这个，找出我们智商担当是谁。好吧，那我们也差不多了，这里人两局也玩得很那个。既然我们都这么生龙活虎，那就生龙活虎的来挑一个。八八八。
这样的我能否
旗帜。Thank you.
告一段落了。我们第一人称在这里，谢谢大家。我明明是想说的，我们第一人称终于千秋落了。还是你说的。好吧，第一人称也是今天 Team C 的第一人称在这里千秋落，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下我们的仪式。是不是少了些？就是跳嗨了，全部朋友。Thank you.
前。